有房，我有车。要来坐船啦！杜纳斯湖的颜色是蓝绿色的，好漂亮哦。我们现在就要爬上去观鱼台哦，观鱼台。对。然后呢，要爬1000多阶阶梯，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，给你们看。噔噔，就是要到这边。有没有信心？嘴尾在发呆的小姐姐，我是不太有信心啦，但就试试喽。现在才爬140阶，我已经喘到被叮当了。天啊，还有900多阶。讲这样子，要到了，月亮湾、卧龙湾，这里有一只恐龙。今天的晚餐，今天的饭店蛮大间，蛮干净的，可是没有电梯。外面就可以，而且我经常牛在叫。外面就可以直接看到有牛，还有人在骑马。啊，进去参观。这个不赚钱吗？交一个吧。对。到了，我们在和睦村的小木屋。哎，很不错哎。嗯，木头的味道很香。哦，今天就是睡这儿。我还有这么大的电视哦。你有看过黄色萝卜吗？没有吗？对，摄影师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为什么要 cue 我？你看，黄色的萝卜。卖贵，明明是香蕉。这是萝卜。黄色的好不好？很酷哎，第一次看到黄色萝卜。你要把好神奇。这是萝卜。既不是香蕉，也不是地瓜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和睦村的和睦山庄，然后他们说这里是最美的村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都是小木屋。现在天气很热，可是它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。那现在导游说要带我们去看那个哈萨克人家，就是它叫做家访，就我们去他家看，也不知道会看到什么。反正去就对了。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有那个电玩那种古代的，去古代的地方，就是说我去巫师啊什么，然后就前面有很多花，超美的，这超漂亮。才被水啊，你要围到了家访的地方，待会好像会有表演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魔鬼城，然后这边看起来其实有一点六福村的感觉，但是我查图片应该里面是蛮漂亮的，然后就进去看看吧。吃东西的嘴巴很翘，很翘。睡觉的骆驼，好可爱哦。
吃完。这一位也是吃这个。你看看，你看他脸多红。好辣，你看看辣鼻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游记就先到这。如果有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，记得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按下通知小铃铛，然后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那我就下次见啦，拜。